咖啡是我高个进修个，一个有得白做十块能贵哩个，阿卡贝拉呢个他拉说是呢，那个莫斯科蒙安那个在哩是，那个那个大蒙安那个是苏巴特带过来，带有人贵，那个用巴布做了贵呢，那个马尼过来说潮州国中个，个在香过来也有人贵，那贵呢话不如贵呢，我得改贵呢信息贵呢，干胜主呀，那是的嘛，把多来一个给他不乱去了，他啷个能贵呢？那你给个他去不乱个去了，把那东西说是呢是，阿尼也如给个他伊拉得个难。给说高盖文化处是个十一月二十一日，本年面过来阿卡贝拉面办说是呢，拉贵尼给包来拉卡门生活不错，是个说潮州国中那个在线过来活大人，该上山拉达来一再另个些巴拉毛，拉让过来莫斯科都个输赢，乌努瓜里贵呢爱么的达啦。因为唱歌就变得比较有名，然后就会比较喜欢唱歌，也是一种肯定吧，因为很多人喜欢我们。的那个作品，就是唱歌的有，其实有很多技巧，不是单纯就只是声音出来，就是还有你的音准啊，然后节奏感那些要很好。我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声部唱得更好，然后唱到更专业的团体去。今年我不如今年，我得改过来，新鲜了，更胜主呀。那个小儿姑娘给他说是那尼呀，那是的嘛，把多来过来给做这款西餐让姑娘，那你改过来打扮马里个，那个一个在想改另外呀，那你改过来得个呢？其实阿卡佩拉这个模式也是可以发展的，它也是可以把这个鼓谣做一个更精深的一个变化，只是它的难度其实就更难了，因为合唱跟阿卡佩拉的难易度就在于它是单声部，但一个人就是要唱一个声部嘛。然后他们之间的和谐度。给他不论给个阿卡贝拉，我是个蒙人个在，阿他蒙人是十八度过来给包关系，那给个我那个得那个几时间给给做过，那给文化处那里面个麻烦给冷游戏把去收笔。我们希望能够出一张屏东阿卡贝拉的一个专辑，那这个专辑当然有一个很棒的企划，那我也希望说这十四个团体呢，我们希望大家来较劲一番。给阿卡贝拉也，我有如果来到罗丹吉啊，真正我来拉瓦不了，该给我巴里巴里，西格尔德德杜里西斯该给你带来蛮好的东西啊，你，谁也不怕的喽。